蓝天白云下，众人用虔诚心祈祷。2006花莲大地震让不少民众受到惊吓，希望透过浴佛典礼安住他们的心。双手合十，虔诚唱诵，也有灾民在接受慈济的帮助后，发愿加入慈济。慈济帮毛毯的时候，问到了我的身体，那杯姜茶，问到了我的心。所以我们那时候觉得很感动，也许我没有出钱，可是我一定要出很多力量去帮助我这些人。这次大地震中的警消人员紧急出动搜救，克服环境的艰难，只为了救出更多人。但第一线的人员身心灵也需要安抚。要金字塔哦，对我们一个很大的帮助哦，对我们整个心理生理部分哦，感觉上哦，呈现一个非常舒服的状态，感觉很舒胜啊，那也很感动。我们将大爱的精神，能够散播出去。礼佛族结花香，人人发下好愿，祈祷天下无灾无难。大爱新闻花莲综合报道。